真情，真情还没讲。许褚、典韦、于禁、张辽，都讲完了。就像我们从最下面开始讲，好吧？但这样顺序有点怪怪的哦。靠腰，那个可以挑战的，你在干嘛？那你可以抽吗？都抽光了，都抽光了，超时了。哦，我们有81张哎，吓死人！我没钱了，我没钱了。要怎么合成啊？有校长可以玩哎。等一下，重点是现在要怎么合成？可是没有那只角色啊。你可以放一个美人。哦，三关都没有挑战哎。其实我有点懒得看聊天室了，因为我觉得他的聊天室都乱搞啊。